日前有微博账号爆料，极限挑战大电影于日前在云南开拍。该微博账号称，极限挑战目前已经启动了大电影的拍摄进程，正在云南准备中。除了原综艺节目中的孙红雷、黄渤、黄磊、张艺兴、罗志祥、王迅全员参与之外，演员乔振宇、于和伟也将加盟，唯一的女主角由赵丽颖担任。目前已经抵达现场准备拍摄，电影版将以穿越为故事主线展开，预计春节上映，并晒出了几张主创抵达云南的照片。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赵丽颖、张艺兴等人。此前网曝赵丽颖将出演《极限挑战》大电影唯一女主角，有媒体也连线了《极限挑战》节目组，对方确认将拍摄电影版消息，且原班人马六人阵容回归，电影名暂未确认，电影类型定义为悬疑喜剧类型。安卓用户可登录百度手机助手，苹果用户可登录苹果 App Store 下载爱奇艺视频官方 APP。